来拍的这支 MV 歌名叫 Bluebirds。 会写 Bluebirds 其实也是有一种在无奈的状态下你在寻找答案。青鸟代表着正义、自由、希望，往天空去看我们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一首歌。我们邀请了 Ricky Ho 帮我编选乐，这首歌也请了保加利亚的交响乐。在疫情当中你还可以做这种事情，我就觉得非常不可思议。很开心有机会跟珊妮合作，因为她给我的剧本让我有一些惊喜。我这几年有看到她在影像上有一些尝试，就觉得说这女人很不简单，非常的期待这支 MV 到底最后会剪成什么样子。我收到这首歌的时候很喜欢，因为 Bluebirds 这个 title 是一个意象，关于对幸福的向往。我觉得可以用鸟的，也是类似神的视角去看待一些习以为常的事。疫情期间很多人突然有了很多时间思考所谓的幸福这件事，会开始检视自己的生活。我想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自己从来不是特别被眷顾的人，但其实想想自己可能也不是最痛苦的，这在于你用什么样的角度看待生活，也是这支 MV 视角的意义。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很多种，有人被霸凌，有人急着突破限制的热血青春，有人每天都在拯救无数陌生人的生命。一首歌或是一支 MV 可能无法提供关于幸福的解答，但可能会让你发现自己正置身其中，或者是离它更近一点。